相差23年父女恋。唐文龙暗踏 TVB 十亿咪神。现年48岁的男星唐文龙早前在无线剧《溏心风暴三》中偷搭陈敏之，人气不跌反急升，更成为全城热话。入行干多年，唐文龙甚少传出绯闻，最为人熟悉系早年因迷信与相恋六年的陈少霞分开，以及拍摄剧集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时被指力追蛇施曼，直至近年更被传性向程颐，但他立即辟谣澄清，早前公开承认在网上结交圈外女友，但因意见不合而分手收场。自称单身的唐文龙原来已经有著作，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收。他跟十亿千金、无限36的咪神黄文艺 Mandy 暗踏半年，虽然两人看似并无交集，但据知上年唐文龙重返无限拍剧期间，在电视台邂逅 Mandy， 并极其主动向对方抄牌。随后再用旧桥红女透过社交网与女方互动并联系感情，加上细心又温柔，成功抱得美人归。虽然两人相差23岁，但无阻恋情发展，为保爱苗玩地下情，拍拖都低调过人，女方亦配合向外宣称单身以掩人耳目。日前，两人到尖沙咀一间餐厅撑台脚后，唐文龙即走到街上结的士，随后急急脚上车离开，显然不想引人注目，令恋情见光死。可惜纸包不住火，上年11月正值唐文龙生日之际，两人到大屿山避世间低调庆祝，但 Mandy 错手上载合照，相中两人笑容甜到漏，关系不言而喻。随后他秒删合照，并重新上载一批单人相掩饰，这批相明显由男友操刀。而翻查两人在社交网遍布甜蜜足迹，只见他们不时隔空传情，互相点赞对方的贴文外，唐文龙亦不时留言林女友，例如日前女友换新造型，他卖口乖以女神称呼对方，女神局有极好地，女友亦一句有 CEO 局有回敬 Sweet 到爆。